琪琪的朋友，偶像游戏，当然偶像就是我了。那我们呢？要演什么呢？喵喵当我的对手。啊？巧虎是经纪人哦。彭洛比是教唱歌的老师，教学很严格，但那是为了把我教育成为有实力的偶像。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吗？一定是这样的。就先玩看看吧。嗯。你这样的唱法要怎么跟妙妙比呀？你看，要这样。对不起了，老师，麻烦再指导我。有大新闻哦，演唱会的门票已经被抢购一空了。好高兴哦，我会努力的。嗯，琪琪，我绝对不会输给你的哦。喵喵，我也不会啊。大家都好厉害哦，就是这样。怎么了吗？好累哦。哎，不是才刚开始而已。那个累的时候就要吃点心。真是的。听我说，昨天呢，我不小心把弟弟他们的点心吃光了。哎，他们没抗议吗？他们当然是非常生气呀。不过我把多多他们之前想要的娃娃给他们之后，心情就马上变好了。小花的情形也是这样哦。对呀对呀，我哥哥也是。我跟你们说，虽然会吵架，不过不知不觉中又和好了。对了，我都还没有跟我哥哥说谢谢呢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早上我在家里跌倒，我哥哥就把我背起来了。哎，我要回家了啦。再见。怎么了吗？是因为陶乐比没有扮演好老师的角色啦。这个是琪琪的。已经走掉了。什么嘛，没有兄弟姐妹也不会怎样，没有人会跟我抢玩具，爱怎么跟爸爸妈妈玩就怎么玩。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小孩，所以我最会一个人玩了。是谁掉的？你也是一个人吗？好孤单哦。那我带你回家好了。可是你的主人要是找不到你，他一定会觉得很难过的。要赶快被你的主人找到哦。琪还没有回家啊，因为他还想继续玩偶像的游戏吗？琪琪现在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如果是妙妙，也许就追上了。我靠妙妙也没有关系。我不会让你跑掉的。呱呱呱！我才不需要靠陶乐比呢。那个布娃娃不是你的东西哦，快还给我！啊！你要是不还，那我就要放声大哭了。是我很喜欢的洋装，哎，手帕，不见了，
琪琪，找到你了，巧虎，你还好吧？巧虎，你怎么了？就是娃娃，我追着乌鸦，后来要捡娃娃，衣服却弄得脏兮兮的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对了，我去叫妙妙他们来。啊，先在这里等哦。你先去，我去叫陶乐比。啊！怎么了吗？有一点状况。巧虎，你怎么来了？琪琪他一个人在哭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妙妙先过去了。抱歉，我等会儿过去。别忘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好酷哦，靠自己把乌鸦赶走了。会很酷吗？我们来找娃娃的主人吧。我也一起帮忙找。巧虎、妙妙、琪琪，陶乐比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没有把唱歌老师扮演好。哈哈，不是啦。多多他们都不哭了吗？先不管他们了，因为我听到琪琪在哭啊。陶乐比，他们没事吧？好像是他们把我昨天给他们的娃娃弄丢了。那个娃娃，太好了，娃娃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喂，别忘了要跟琪琪姐姐说谢谢哦。就是说那个娃娃差一点就被乌鸦叼走了呢。谢谢姐姐，不用客气了。真是受不了他们呢。你们，这次又怎么了呢？谢谢。应该是我要谢谢你啊。因为你们都为了我特地赶过来啊。这是一定要的啊。老实说，我很羡慕你们家里都有兄弟姐妹啊。可是有你们几个这么棒的朋友，真的好高兴啊。对了，明天要玩什么呢？玩烤章鱼烧好了。我觉得那种游戏比扮演偶像还难玩。